家好，我是周子瑜，我今天就要，我放电话学要去补习，要从小心到北角的第一大厦，我乖坐八 X 或十九路公车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坐地下铁呢？地下铁有台湾到北角也很快的呢。放学后那个40TM 的小巴要等很久的呢。我不想等呢。小巴转地铁只需要37分钟，但你的要48分钟呢。你为什么不试试看？那好吧。Thank you.
贵呢，地下铁还比公车快呢。你总是不听我说的。那我常常补习迟到，可能是因为经常等不到车的。如果你听我说的话，你就不会迟到的呢。我们下次见了。